当你比赛之前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吧，比如赢了会怎么样，输了会怎么样，脑子里会有这样。但我们这么多年运动员，可能这样的经历吧，可能当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时候，还是希望能够自己瞬间调整过来，然后专注到比赛里。当其实比赛打完以后，我们来这儿自己的目的就是，首先我觉得团体赛我是想要必须拿冠军，至于单打。打成什么样，那是个人的事儿。所以我觉得，当真正团体赛拿到冠军以后，我确实是感觉就是像完成任务一样。我觉得就那样。就那样。